臭鼬有多爱干净，我说一个点你们就懂了。只要我没及时清理猫砂盆，它就嫌脏不用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它会用猫砂盆，所以完全不需要遛。而且它身上的毛是这种真毛，一点都不掉毛，一根都不掉毛。养它的这段时间什么病都没生过，而且为什么吃什么皮实又不矫情，它每天都是粘在人边上，醒了就是求噜噜求抱抱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好奇心太强了，趁我不注意就把我床头的鲜花辣手摧花，所以我换成了积木花束。这个拼起来不算难，但是送人的话对方会觉得你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要是你还没想好七夕送什么礼物，这款倒是挺合适的。其他一些适合七夕送的礼物我也整理在左下角了。哎，这回你怎么不玩花了呢？